大家好，这个是李白泉，带我到蓝泉镇的来参观一下，喇叭会，人多很，人山人海。你看那人多的很多的。哎，我娃一来就要踢球的。对。不爸，你要踢球吗？你要哪个气球呀？对，多少钱一斤？一斤27.6。那给我们来一小块吧。哦，可以。好多年都没吃过这，还挺好吃的，小时候的味道。这和咱在西安吃的一样大。你爸呢？我看不到了。好吃了我再买，快去！来来来，还有呢，都没有辣椒，吃吧。来，拿着，好吃吗？来尝妹妹，你尝一块。啊，哇，吃辣椒，没人看你刺啦刺啦香的。嗯，啊，你儿子是热闹，可热闹，吃热闹。那给我来碗凉拌的呀。来，这个它会吹吗？会吹，一吹就响。不用按吗？不用按都吹得响。吹，你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宝宝。会吹的拿上。会吹一下，我给你买。他不吹，来来给我吧。哎，羊肝。看过的这一锅大骨头才美。老板，这咋卖的？15.10。嗯，咱不喝点这个吧？有馍吗？有。啊，对吧？还有馍的。这一个馍的是。好。哎、这都还把辣子油往上一放。对。啊，没声音。好。好。那我就给你吃点粉丝。好。好，谢谢。看，一碗鸭掌汤配一个锅盔馍，妈。嗯。吃的人多，吃酱炒子的，对，人多嘛。来，宝宝，给你倒。来，粉丝。来，妈妈吃馍吧。啊，宝儿要肉肉不？要。好。不要，那吃这个。嗯。爷爷的辣子呀。我往那锅这个烫的很嘛。你看我往锅里香的很嘛。完了，好，接手。哎呦，接手。要火腿，跟我儿子在那去找火腿。这个油糕怎么卖？5.5。一块一个，你吃不？你得给我拿4个吧。妈，给你吃个油糕。妈，一会儿吃，这不啊，这是我。这油糕看起都美嘛。辣子疙瘩。活络。辣子疙瘩。辣子活了，疙瘩子。辣子疙瘩。对。啊，这是肉，大肉。小桃子没有这么热闹的会吗？人多，看。好多年都没过了。啊。摔倒了不行了哈，别摔倒了不行了。好，来来，泡完了你就接受了哈，出去玩了哈。行啊，泡了两次大鹅都不到这，俺想着回去吃个铁锅炖大鹅的，我鹅狡猾的很。我想看他是咋做的。
等一下，啊，桃木的，啊，啊。走了，你还想玩吗？